决定这样干了，责任我们一块儿担。一起担，一起担。哎，还有个事儿，我跟大家商量一下啊。其实咱们县这个储备粮呢，原来呢是有3000万斤。3000万斤？这么多，不是1000万斤？别啊！啊，是我啊，我二老杜也把这粮食事儿给升上去。怎么给我妈打着埋伏呢你？我现在不是坦白了吗？啊，这个前一段呢，咱们已经消耗了1000万斤了，现在还剩下2000万斤。 但是我觉得呢，这2000万斤咱们肯定是用不完，咱们是不是拿出一部分来支援灾区啊？好提，我赞成，我也赞同。嘿，这事儿干得漂亮！哎，俗话说得好，这一帮有难，八方支援。当时咱们修红旗渠的时候，山西方面没少给咱们支持，现在咱们拿点粮食支援灾区，天经地义。那行，这个青年突击队啊，就留在狼牙山隧洞，啊，粮食的事儿咱们暂时这么定了。好，好，好，嗯。 林杰的故事我深有体会。你们的任务就是监督红旗渠全部停工。我明白。先和县委接洽一下，这段时间你们是代表地委在临县工作的，有什么情况可以直接向地委汇报，这是你们的权利。明白。大胆的去干吧。于副书记，您放心吧。 老童，我还要去联系工地的事儿呢。干什么？你放开！老童，地委那事儿是你汇报的吗？是我说的，怎么了？ 明明知道现在大家的心都在这条红旗渠上，你怎么能汇报呢？你们也明明知道这是错的。如果县委要处分我，我等着。但是于副书记说了，不会让一个坚守原则的同志受委屈。县委是不会处分你的，红旗渠那是民心民意，这个决定也是我们整个县委讨论以后定下来的，你怎么能说它是错的呢？我不是县委常委吗？自从他临街来了临县。 县委有听取过其他人的意见吗？他让我往东就往东，让我往西就往西，他考虑过我们这些干实事人的感受吗？这是临县县委，不是他临街的一言堂。老林不是那样的人，他心里全装着老百姓，连他自己都没有。而且经过这么多事实证明，老林这个人是可靠的。那也不能违抗中央的通知吧？我们是临县县委。 这么天大的责任，我们扛得起吗？林杰现在为了修渠，已经疯了，他宁可当千古罪人。老李，你呢？你要和他一样吗？红旗渠现在是我们唯一的希望，这个希望值得我们整个县委扛住压力去拼一把。如果这个渠修不成，我李明阳也去刻一块千古罪人的石碑。 那你刻吧。哎，老童，同志们，现在特殊时期，我们按照特殊的方式施工，在施工的时候，尽量不要发出声音，啊，遇到突发情况，要马上停止。外面就不要放工具了，待会儿都藏到洞里，啊，开始吧。 来，这叫啥事儿？修个渠还跟小偷似的。哎，水生，这话不能这么说。水生，这事儿可不能掉以轻心啊！哎，哥，你家俩拿起来干啥？把这俩小旗给何娃。给何娃？水生叔，你不让俺干炮手了？ 好啊，我有新的任务交给你啊！一会儿啊，你就拿着两个旗子，到那个山上啊去放哨。放哨？对，放哨呢，就是把自己藏好，不能让别人发现你啊！你要看见呢有人来，你就摇这个红旗子；要看见人走了，就摇这个绿的，知道了吧？注意安全啊，是吧？ 好。水旺。 你就留在洞口，看着何娃的信号。
要是要红旗了，马上通知洞里人停止施工。行，俺知道了。哎，方书记，您怎么来了？我不来不放心呐，明杰同志，红旗渠，你们是不是还打算偷偷留下人继续修啊？ 这个，你别给我打马虎眼，老叔啊！我一猜就猜中。以我对你的了解啊，哼，既然之前山上留下了人，怎么会老老实实的把人撤下来呢？老叔长，这……可这一次啊，林杰啊，我以个人的名义。 希望你认真执行省委的决定，老首长，我们执行了。那个，就留了一个青年突击队，在狼牙山隧洞呢。老百姓的热情太重要了，我是怕等红旗渠再开工的时候，老百姓的积极性不高。狼牙山隧洞在哪个位置？就在这儿。 山上留了多少人？300人。我要不再撤下来几个？我们去看看。组长，咱不去县委了？去狼牙山。如果县委执行上级通知的话，今天工人就该撤下来了。 小宝，你咋来了？石水旺，你们偷偷开工居然不告诉俺，你胆子是越来越大了。俺不是故意要瞒你的，俺都不让说。啥也不是。哎，大家快出来！小宝、铁林，小宝，你咋来了？你都不告诉俺。哎，瞅瞅，谁来了？这不是我们的娘子军吗？啊！咱副县长，你当时咋说的？百日休整不留一人，为啥你们都在这儿？ 秀芳，这大部队也不是干不了了吗？我们现在是打游击、小打小闹啊！那你也不能骗俺们。对呀、啊，既然这样，那俺现在回去把铁姑娘队都给叫来。哎，秀芳，现在检查组的人天天来查，不能再上来大部队了啊！这要让童坤看见了，咱们谁都干不成吧？是啊，我知道你们铁姑娘队个个都是好样的，都想为红旗渠出份力，可是也不差这一会儿啊！你说是不是？啊，回吧。 说的也是，那俺现在就不叫他们过来了。哎，那就对了啊！你们赶快也回吧。俺不回，来都来了。俺才不回呢。这个任务交给俺们青年突击队了，你们铁姑娘赶紧回去吧。啊，水生哥，俺不走，那行，既然这样，俺现在就正式加入青年突击队。哎，想入，俺们也加入。孙副县长，要不就让秀芳他们留下吧，他们还能帮俺负责伙食呢。好啊，哥，要不就把他们留下吧。正好啊，我房的大娘啊。 检查组的人来了，喝完摇红旗了，大伙儿都停一下，快停一下！没想到检查组
来得这么快，多亏咱们早有准备。 您怎么来了？欢迎欢迎欢迎！方书记，方书记，看见您我就放心了。刚才何娃报警，我吓了一跳，还以为检查堵来了呢。报警？啊！何娃在那边伤口发生事儿了。你们连这种方法都想出来了？方书记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这还是当年我跟老林在您手底下打游击的时候您教我们的。哎，方书记，来了就看看吧。 组长，咱还不到地方呀！快了！大伙儿停一下，方书记来了。同志们，大家好啊！方书记好。我知道，大伙盼着早日把漳河水引进来，再不过缺水的日子嘛。 有情况，啊，河娃摇旗了！有情况，有情况！啊，走，来看看，您慢点。糟了，咱们车还停在上山的地方呢。怕什么？检查组要真来了，就说我们正安排撤离的事不就得了？ 这坡太陡了，能上去，南山隧洞就在上边，过了这坡就好走了。不行，万一出了事，大家都完蛋。组长，要不走着上去？走上去？这好几里地呢。下车。 仔细听听，有什么动静？这啥也听不见呢。怕是上面没人了吧？三神爷保佑，别看见，别看见，保佑！这才一天，人就都撤下去了。组长，不然先回县里吃饭，回头再来。 下次一定得上来，上车。哎，河娃要绿旗了，大家快回去干活吧，没事了。大伙儿回去干活吧，啊！回去吧，去吧，注意安全啊！没办法，这狼牙山隧洞啊，600多米长呢。 我是真耽误不起，哎，这边请。方书记，您慢点啊，慢点啊，这儿慢点，慢点，这儿坑啊！哎，这些都是粮食？是，方书记，这些都是粮食，粗粮多，细粮少一点，那细粮留着给青年队的同志们改善伙食用的。那你们，方书记，这是我们县委基地研究决定的。
青年突击队不计人数，人人观摩，从县处粮调包，最后统计消耗数。嗯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们呀不停工，让青年队接着干，我们是有底气的。哎呀，林杰啊，你这口袋里还真能藏宝啊！你们临县县委，靠自力更生，艰苦奋斗，以人民的利益为重，敢于迎着困难，有勇气。 老首长，向乡亲汇报一下，我们县委决定呢，向省委，捐助一批粮食。哼，算了吧，你们这种精神可嘉，但是你们除了自己够吃的粮食，还能有多少宽裕啊？用于修建红旗渠用的，省委和地委啊，本来就没给你们支持，就够惭愧的了，怎么还能让你们拿出粮食来支援灾区呢？老首长，你听我说啊，这个社会主义大家庭嘛。 一方有难，八方支援。其实呢，我们也捐不了多少，我们能够捐1000万斤吧。多少？1000万斤？对。方书记，我们临县也只能捐这么多，我们还得留点应急呢。呵，你们这1000万斤够吃以外，还富裕多少？我们还能剩下1000万斤左右。 什么？哎，我这耳朵没出什么问题吧？没有，没有。傻蛋子干什么？赶紧汇报。方书记，我跟您说实话，这场大旱一过，民联粮食就接上茬了，剩下的县储粮、修红旗渠足够，只要张河水能流到临县，粮食问题它就不是问题。嗯，这回您信了吧？哎呀，林杰啊，你这肚子里还真能藏宝啊！哎，不是藏的是宝，简直就是一座梁山呐！跟您说实话吧。 修渠之前呢，我们已经下去调研过了，每家每户都有余粮，而且我们县委的储备粮呢，那个时候就有3000万斤。嗯，方书记，这么多粮食，那可都是老林一点一点攒出来的。我们临县没这金刚钻，也不敢揽引张助林这活啊。哎呦，林杰啊，谢谢。有了你们这1000万斤粮食。 对省委、对灾区群众是雪中送炭。我马上向省委汇报。行行，咱走吧，慢走。我们呢，马上把这1000万斤粮食装到卡车上啊，您随时可以调用。孙副县长，按照上次会议您给我们提的要求啊，支援灾区这批粮食都是新粮食。好，新粮食好。哎，童副书记，老孙。 调粮食呢，哎，童副书记，你看这调个粮食，还正好让您看见了。你是不是想问，这粮食是不是给青年突击队调拨的？不是吗？这是还是不是？你猜。<笑>童副书记，这是支援灾区的粮食，给灾区送的。啊。 老杜，你嘴也太快了，不说能憋死你啊！林书记，这是往平顺拉粮的小韩，感谢你不仅给国家捐粮，还想着我们平顺。小韩同志，这个呀是调粮单，上面有我的签字。你呢，领完粮食也签个字，回去交给你们刘书记。没问题。嗯，你先去吧，我还有事儿。好的。 什么事儿啊？林书记，这次水深的事儿，我都知道了。哎，你可得给我保密啊！我明白，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。你这是威胁我是不是？啊？不是，这次百日休整，我也没什么事儿干，我想给红旗渠出一份力。这次给水深他们运输粮食的事儿，我包了。 行，这个节骨眼上你不怕事儿，了不起啊！行，你去吧，注意安全啊！我送送你。组长，县委真要调粮支援灾区，不会是明星栈道暗度陈仓吧？去拉粮车。林书记，嗯，省委知道咱们不缺粮了，咱的红旗渠工程可以开工了吧？对啊，林书记。
真不想窝办公室啊，还是让山上抡大锤痛快。痛快什么呀？我估计省委啊，就算知道咱不差粮食了，暂时也不会让红旗渠复工。哎呀，绵阳同志说的没错啊，这是大局啊。啊，林书记，方书记电话。我接个电话啊。方书记，我是林杰。林杰同志啊，省委对临县发扬共产主义风格，拿出粮食雪中送炭，支援灾区群众提出表扬。省委的同志们啊，对此啊都很感动啊。老首长，帮助灾区人民是我们应该做的。林杰同志啊，省委答应你们的请求，调运这批粮食。但是说好了，这批粮食不是让你们捐助，而是借。这1000万斤粮食啊，抵消临县明年的统购粮。老首长，这省委的好意啊，我们心领了。但是我们真的不用，我们相信啊，明年我们临县是有能力完成国家的统购粮的。我们这个粮食的调运工作呢，已经做好准备了，随时都可以出发了。林杰同志，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啊。好，您指示。哎，汇报一个好消息啊！刚才方书记来电话了，说省里边呢有一个水利工程，苏联专家呢撤走了，所以工程呢暂时下马了。这算什么好消息呀？这还不够让人生气的呢！是是是，这个不是什么好消息，但是这个工程工地呀、啊、留了很多雷管和炸药，还有其他物资，省里边决定全都给咱们了。这是不是好消息？这好事！啊，有多少？哎，什么时候让我们去取啊？这个，反正就这两天吧，咱们就去接收，好吧？哎，等什么呀？赶紧把给灾区群众粮食送出去，腾出人手来去呀！哎呀，别着急，跑不了啊！先开会，哎，来。组长，咋还是不见下山的民工啊？会不会人早就撤完了？我就不信了。这次一定得上去看看。哎，大家伙停下！大家伙停下！组长，我还是不敢开啊。警察组的人来了，大伙儿都停下，停下。别怕啊，我都坐车来过好几回了，咱们上一次就没事儿。组长，车不行。下车。组长，还是听不到声音啊？要不咱上去看看？上去？你看这没多高，你要爬上去，这大冬天也得累你一身臭汗。那，继续听，只要山上有人干活，就能听见动静。检查组的人要真来了，咱可就露馅了。那就说，干完之后咱就下山，啊，千万不能让林书记担责任。那先出去盯着，快去。行。没啥声音。先上车。
安全了，大家继续干活吧，接着干吧。停车，组长，怎么了？你们说老孙他们去粮库，真是给灾区调粮？组长怀疑是。重新上山。又来了。又来了。检查组的来了。停下！这次一定听仔细了，再盯紧一点。方红同志，童副书记啊，真巧啊！童副书记确实挺巧的。既然看见你了，走吧，带我们上山找人去吧。上山？啊，我回平顺的。回平顺？别装糊涂了。据我所知，青年突击队的人还在山上吧？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。桑红同志，你也是一名干部，你实话告诉我，这车粮食是拉哪去了？这粮食拉回平顺的，这粮食是林书记批的。林书记？啊。哦，我们平顺县今年有个村啊，受灾非常的严重啊，这批粮食，是你们林县支援我们平顺的。是吗？啊。哦，我有证明，这个是两边领导签的字，您看一下。回平顺也不是走这条路吧？这边到那边是有一条近道的，我们赶时间。走吧。哎，童副书记，你能帮我推一下车吗？我车卡住了。走走走。谢谢童副书记，来来来，就是后面这个推一下。同志，来，来，一、二、三，好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谢谢童副书记。走。老于啊，哎，老高，怎么了？这个临县县委啊，临县县委，啊，临县县委又怎么了？看把你紧张的，临县县委啊，给省委调拨了1000万斤的粮食支援灾区，这个省委指示，要对临县县委提出表彰。您说临县县委？给省委拿出1000万斤粮食支援灾区，对，他们这是手中有粮，心里不慌，而且在修建红旗渠的过程中，他们能对省委地委进行支援，这种精神很可贵啊。这林杰想干什么呀？拿出那么多粮食支援灾区，他想出什么风头是吧？哎呀，林杰同志怎么能是出风头呢？这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嘛。于副书记，调查组发现一个意外情况，
县委从粮食局调了几车粮食，我怀疑是往山上送。红旗渠应该是没有停工。调粮的情况我已经知道了。你知道了？县委调1000万斤储备粮给省委支援灾区，省委已经通知了。1000万斤？那你们临县还是有这个实力的，你不知道？于副书记，这个粮食的具体情况我不是很清楚啊。我记得拢共也就1000万斤的储备吧。屯坤同志，我一直让你了解临县储备粮的情况，我都知道了储备粮的情况，你怎么还不知道啊？于副书记，是我的错。您也知道，我在县委是少数派，他们几个搅和在一块儿，我有很多事情都不清楚啊。以后不知道的情况你就不要乱说了。是。哦，对了，那县委这次一下调出这么多粮食，上级会不会同意红旗渠复工啊？百日休整的通知不会变化。我知道了。师傅，前面右拐，前面就是通往二期工程的路了。老童啊，要不是你领着，我们还真找不着路呢。这两个月我在这条路上跑了几十个来回。方书记，在百日休整中，中南局纪委的领导还能来视察，是不是要对红旗渠有所支持啊？方书记，我得看到真实的红旗渠才会掏这个钱啊。老高，陈主任这次来啊，主要是看红旗渠的水利规划和长远意义。陈主任啊，临县县委的同志们不容易啊。红旗渠竟然是在这么艰难的环境里修建的。陈主任，我这也来过几次啊，这不算什么，比这艰苦的环境啊还多着呢。难以置信呢。这个呀，就是狼牙山隧洞，因为百日休整啊，现在停工了。来，进洞啊，戴上安全帽。来，刘连珠啊，这个呀，就是整个红旗渠最难一个胡同，叫狼牙山隧洞，全程有600多米呢。这些都是人工一锤子一锤子打出来的。是，我们呀没有大型设备，全都靠青年们这一锤一锤的打，一敲一敲的挖。不容易啊。好啊，狼牙山隧洞是青年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打出来的，我看啊改个名叫青年洞。青年洞，好名字，朝气蓬勃呀。啊，行，等把这隧洞挖通了，我就在洞口写上青年洞三个大字。里边瞧瞧吧。于副书记，于副书记，进一步说话。于副书记，我怀疑狼牙山隧洞根本就没有停工，二期工程才开始了一个月就碰上百日休整，他们不可能修这么长的。你说检查组不是每天都检查吗？是，我们是每天都检查，但是没有发现啊。也就是说他们有可能没停工。我明白了，肯定是我们检查组每次上山的时候都被他们发现了。2个月了你都没发现，你太让我失望。于副书记，这是我工作的失职，我接受您的批评。关键是现在还有没有继续偷偷的干？这个我还需要再确认一下，这是严重的错误，我一定会抓住他们。找到证据再说吧。我现在终于明白了，赵副部长
为什么一定让我来红旗渠亲眼看看呢？赵副部长说，临县人民为改变祖辈缺水的命运，在崇山峻岭中搞了一个工程，并且省委、地委没有给临县一分钱的支持，完全靠临县人民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。刚开始啊，我还有点不信。那现在您算是眼见为实了。对，眼见为实，亲眼看见临县人民在艰难困苦的环境里，靠他们的一双手、一把大锤、一根钢钎，创造着什么样改天换地的奇迹呀！陈主任，只有身临其境才有发言权呐。不身临其境，绝对不会有发自灵魂的震撼。临县人民了不起呀！哎，林健同志，哎，咱们这个红旗渠建设呀，你们是怎么规划的？哦，是这样的，这个红旗渠呢，总干渠全长70公里，我们把工程分为4期，一期工程呢已经完工了，而且已经通过了饮水试验，二期工程也马上就要完工了，就剩下3期和4期，还有啊3条支渠，再就是分布到各村的老渠了。我知道县委的同志很希望中南局能支持，啊，不过中南局也很难呀，用钱的地方很多，不过没有多，可以有少。中南局纪委从建设资金里给你们拨出50万元。太谢谢您了，太谢谢您了。我清楚啊，这50万，对于这么大的水利工程来说，那简直就是杯水车薪。我保证，中南局纪委尽快组织人员对红旗渠进行技术鉴定，争取红旗渠早日列入国家基本建设项目。林书记，这是水利局技术股统计的占用平顺山地林木拆迁房屋的清单，我跟老许算了一下，折合成价格是这个数，36万。这么多啊？这只是个大概数字，还要看山西方面统计的情况。中南局纪委拨给我们50万，这一下就出去一大半啊。红旗渠的主干渠2期工程咱还没修完，3期4期咱还得考虑。山西方面赔偿的事儿能不能再等等啊？这笔钱早晚得还，晚还不如早还。绵阳同志说的对啊，这咱们修红旗渠，山西的群众是给咱们支持、大力帮助的。是啊，咱们现在开始修渠了，不能让山西人民吃亏啊。老林啊，你说的是，可是这么一弄，咱们资金又不足了。咱们的建筑队有活干，生产的物资也有销路，资金啊虽然暂时紧张一点，但是慢慢来，还能周转的。要不这样吧，咱们三个呀，明天去一趟平顺，跟平顺政府呢签一个协议，就说咱们暂时呢先还一部分，剩下的咱们分期付款。哎，这是个好办法，我尽快给平顺县打电话。嗯，啊对了，还有个事情，陈主任这次来拨给咱50万，这是好事儿，但同时也有个隐忧。佟坤看了咱们狼牙山隧洞的进度，已经怀疑我们还没有停工。这个问题倒不大，就一个月时间就竣工了，我去给水生他们说说，让他们别露馅就行了。啊，好，进来。余副书记，嗯，省委通知，中央派交付部长率工作小组来河南，明天主持召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准备会，省委要求各地委的负责同志参加。交付部长，省委通知说，这次会议主要是检讨和总结河南前段时间农业方面的工作。高书记身体不好，在住院呢，那只有我去了。好，那我通知司机。哎，咱们一切从简，不是明天才开会呢吗？咱们省点汽油。好，我坐火车去。那我自己去安排。
哎，老林，来喝水。那这个老刘啊，那个我就开门见山了啊。我们几个这次来呢，是想跟你说说这个赔偿的事儿。那个，你看我们修这个红旗渠，给你们呢造成了不少损失。那个具体应该赔偿多少钱，你们算出来了吗？老林啊，你要这么说可就太见外了。你看，就前不久，你们还给我们提供了那个救命的粮食呢。我看这个事情不要再提了。哎，一码是一码，那是我们应该的。再说了，这个修红旗渠啊，是我们临县的事儿，但是不能让你们受损失。不管怎么说啊，你们平顺还有我们临县，在行政上毕竟分属山西、河南这个两个行政区。这个事情你们非得这么处理，我看没有必要吧。刘书记，我们这次来呢，不仅要确定这个赔偿金额，确保临平两县人民群众的利益，我们还想跟你们签署一份红旗渠在山西境内使用权的协议书。因为咱们都是过来人，不能在百年以后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笔糊涂账啊。哎，哎呀，老林老李，看来你们想的比我们长远啊。我看这个事情要是不让你们赔点钱，你们肯定也不答应了。这样吧，你们三个呢先住下，我通知下面有关的这几个公社，让他们报个数据上来。行。